家了，拜拜。坐好了，等一下，我在后面来，后面好好跑路，一会儿再来，好跑路。一会儿你去那个，来来上车上车，你那个。好跑的，一会儿往沟里。哎，坐上去。啊，张姐在干嘛？吓人啊！这刚才，哎呀天哪！他开车，我腿都软了。张哥慢一点，张哥，张哥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哎、你不要急打我。张哥是我坐过最刺激的车，这是我。然后我决定步行回去。因为我刚才在那翻了，真的翻了，真的差点翻了，在那转来转去的。谁坐谁知道。对，了。胸还很脆。哦，我没有涂的防晒耶，大哥们。没涂。哎呀。起来钓鱼，起来钓鱼，起来。兄弟们，我要跳水了。来，好不人类是吧？对啊，凭什么呀？我们心里都有光。这晚上可以烧烤，不让明火，那我们可以用电烤呀。方法总比不能烤。门老师也赢过吗？没有。但是小的时候跟我爸什么去过那种黄河边野营。黄河边能吃烧烤不？可以。黄河那边最有名的是黄河大鲤，就有好多那种船搁浅在那里，你就直接可以让你走上去，就在船上吃饭。是，让我回去。小一凡，小一凡。小一凡。从学校放出来了。哎，别别！牙膏广告。钓鱼厉害的很，完你拴到那个鱼钩鱼竿上，好棒呀！你下去咬鱼，来，钓鱼真的有鱼手的，一钓一个准。鱼，不好意思，确实只能这样。啊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开饭了。慢点。今天皱纹啊，我要开始甩，开玩笑的。其实昨天如果醒得早的话，我是准备去开卡车的。可惜我下午一点才醒。这是补营的吗？临时可以找补营。何老师要自报体重了啊！不要！我200公斤，我2吨。天气真好，真适合睡觉。一比。这个动作。对。给你比个大圆圈。3、2、1。啊！你想跑？哎，我说的终点是到这儿。Rock。华山储水气量地 responsibility， 华山储水气量地，平面直角坐标系。华山地，它这个骑着，你得不断调整方向，背到。
第二小问折磨了一个小时还没做出来，就差那一步。好，来吧，丁老师。照片和视频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价格，请你扫我的二维码。挺憨的。让我去拍。啊！回头再走近一点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三二一，入镜没入镜，你知道吗？你先。好，我来。这两个。刚刚俩还有病字啊！绝对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，绝对不是我！哎，往后倒吧，耀文。这么重啊！这么重啊你！哥！张哥说。不行，张哥来一个，他强。张哥说张哥没我强，太强了。可以回了吗？完美是吧？看到了星星，感觉你军训都瘦了，是吧？我也觉得，我其实觉得真的瘦了，视频好看了，人不能动，手怎么甩都没事。哦，这个蚊子把自己给烫着了。我怕突然穿出来一个红色衣服的人，或者白色衣服的，披头散发。没有数学题。震动，震动，耶！开心。